个状态。那至于呢，这个环节会怎么样的来呈现？手呢，它是大约有80到了佛光山方面的有关的，也是向我们介绍说呢，星云大师也是希望。星云大师呢也是希望这样的仪式能来保护中国的文物，同时呢也是希望更多的海外流失的中国文物能够顺利的回家的仪式，同时呢也是这个被盗佛手的回归仪式。所以在仪式上呢，国家文物局和佛光山方面是交换了相关的证书，而另外呢国家文物局方面也是赠送了一幅书法送给星云大师来作为回礼。这一次的仪式呢，河北省博物院也是特别带来了50多件相关的这个佛教的文物，感受到中华民族的这种优秀的灿烂的文化。而我们也知道呢，虽然经过了这个盗墓者的伤害，其案其中一尊佛像的佛手被硬生生敲掉，千年古佛从此身就地保护失败，千年古寺中只剩下三尊孤零零的佛身。随后文物部门紧急将他们转移到18年间佛手在哪里毫无音讯，直到去年三尊佛像中的主佛释迦牟尼佛的佛手重现台湾佛光山。